일단 처음 첫 경기에다가 상대팀 FPX라 좀 떨리기도 했는데 다행히 저희가 좀 좋게 잘 돼가지고 엄청 지금 기분 좋습니다. 뱀픽과 플레이가 저희가 너무 깔끔해서 좀 잘 이긴 것 같지는 않고. 18-2 absolute slaughter. Under 30 minutes. Dub 1 Kia came to play. 다음 경기에는 더 빡빡할 거라고 생각하기 때문에 저희도 절대 방심하지 않고 무조건 이기도록 하겠습니다. 막 엄청 다양하게 나올 것 같거든요. 일단 암살자도 나오고 또 좀 선혈포식자 가는 좀 딜땡도 나오고 또 탱커도 나오고 엄청 풀이 좀 다양한 것 같아요. 딱히 변화할 것까지는 없고 그냥 좀 더 복귀 먹고 더 열심히 해서 월드 때 좋은 성적 내자고 생각한 것 같습니다. 想了一下还是可以不去打野。好的，上路。哎呦，哎呦，这是有可能的。这是 Inspire 的最知名的角色，曾经是跟他们的上路 的 One 组成了一个夜曲稻草人。那这一场是有机会，他 man 角 man 中之 man 亮给你看，有没有拿？看起来时间已到，选了。哎，现在看起来，因为重点应该是你不能阻止他吃兵吧，应该是这样。然后装备的。 这里有讲这是帮开，哇，这里双吸，哇，那是很开心的。这只草人啊，草人的一等就有点强。是，他可以选择，他也可以选择六鸟跟红一起吸啊，就他的单开会来的非常的快。小伟也是说，另外一边要来了，他真的想打吗？我觉得他就吸了这个红，这个他是打不死的，他要抢红吧？应该是抢红，嗯，但是重疾刚好拿走。 那边还想翻进来，Inspire是有看到的。另外一边人其实要赶下半部是四甲，但这里也有个 TP， 大家一起交。嗯，这是一个确实，这是他利用了他雷兹推线的优势啊、哦，闪现。反击风暴，那另外一个闪现，我罗安内也是赶紧要撤，边打边是征服者起来了。可汗给点压力，我罗安内感受到了。被打残要被带回。是的，打四等，哇，直接在你面前开炮，但 Q 的回弹并没有中哦。是。 我是没有想过亚非利奥可以压路线的线，真的，到底是丢了，另外一边继续断，太难受了吧？这个这 rank 应该已经15了。哎呀，开了一个派对，开到自己的血都没了，现在回来可汗还要继续的压着打，六人打四等，我都安得划过了可汗，我一定要吸这波兵，应该是敲塔了，哎呀，在你脸上吃塔皮，是转起来还想杀吗？六人打四等，哎，想多了，但来到了五等，但另外一边的人塔龙来了。 又来了，King样，然后抓他一个雷兹，跟着做包围网，失败的已经走到了视野盲区，被沉默了。打不出结果，就是互相会浓，然后看谁先到。但自己野区的话，应该草人的家这个家人要先到才对。但是今天没办法，因为进攻方是 DK 啊，没错。我另外一边利用烟雾弹稍微劝退了可汗，但逃在塔下并不是一个很安全的结果。可汗等下一波的第三下直接 W 哇，跳斩再一次的单杀了，已经是 solo key 有成二，之后继续对线都没问题。来看一下。 隔着墙就敲，你射你射，我反击炮转起来开敲，哇，这前一波你记得吗？前一波就前一波这个塔后的时候，那个葛雷夫已经用过同一招啦，但是可汗这波直接看破啊，嗯，这一个论破直接敲死，他的一直接抓到葛雷夫一划的瞬间把他定住，再划那也只能怪自己啊，被单杀。是，完了，这上半部的位置毕竟是对手的优势。 不太能再逗留了，没有点蓝，确实助不了什么。雷西是能吸，支援也终于到了。Inspire终于找到这波机会，在闪现出去。黑勇直接离开，这三波我可能已经又去跑一波线了，或是那我就回家。哇哟，但草人直接看到修麦克反应够快，直接闪出了这个大绝群压风暴的范围，太快了吧，修麦克。那瞬间，别人是大绝后闪现压脸，恐惧跟上，但修麦克还是反应到了。他几乎是一看到草人出来就是。 他几乎是一看到草人出来就是。哎，上半有机会可以强杀的，惊涛骇浪 ，DK 的人员是分成左右两边成功躲掉，这波再做限制，哇呀，怎么办呢、啊？这上野，玩的太不舒服了。另外一边修麦克也知道了，拼点，兄弟这里有人，但队友在说，我下面要急杀了。另外一边修麦克，草人走不掉啦，抓到了草丛，搭上了一个贾克斯的跳跃。 若格被一一击破，太残忍啦！贾克斯不要再打了，300，再一个坐车，还要会被卷哦，哇！
但贾克斯已经先行的往前贴近，反应风暴转到了，就在你的塔前杀你，后面有个 TP， 但 DK 逃之悠悠。悠悠，现在最主要还是因为这个双分带有点处理不了。挑大来了 ，Inspire 了，直接针对到了是 Ken Yong， 但大绝飞走，轰到，但哇，太瘦了，格雷夫。我们什么英勇开战，一波 all in， 草人，但是连视野都做不出去。哇，修梅可在我前面皮是吗？哇，直接被打散了，球女来了，但也追不上，后面还有个塔龙要来收割。看谁杀谁了，看起来草人打不到，那我们先包个 Larson 吧。哇，但也还好，哇，打得保守要拿。哇，熊美可这边应该是知道对面双人线往下了啦，是要跳大抓，这是有绝招可以用吗？有闪现，而且塔拆掉之后，熊美可跟 Ken 两人的组合直接秒掉 ，Spire 没了。这个预示者好像要上高地的下半中路的位置，黑沙马利用计划停掉虚弱双方正面的一个对决，闪现的黑沙马成功秀掉了鬼哥，拿下了 solo kill， 太神了吧！黑沙马想跳出来，但崩坏的程度远比他想象的来得更大，而且另外一边 Ken Yong 来了 ，Ken Yong 翻山越岭的，不给机会啊，直接收割。另外一边继续跳的可汗，反击风暴转起来，那后面 Barrow 也来了，就有电话直接套起的气势，但我估计他自己自身的操作啊，是我等到了这波机会，走过来的瞬间正面的对决，咚。哇，非常的帅！上半部的位置，修梅克直接跟可汗是画成一个同一个阵线，给予压力，让格雷夫继续没有任何对线的机会。另外一边抓到了，是 Ken Yong。Ken Yong 的失误啊，直接被暴打了一顿，拖了一波的机会。下半部的贾克斯确实是声带了，再一次的机会来了，一波 all in。虽然要交出闪现，但鬼哥估计是 Rogue 的目标，成功拿下。还是给机会啦。哇，这场大家都在打点，但失去了 Ghost DK， 人员赶到，我们照样碰撞。一个惊涛骇浪留住了，直接把可汗血量打掉半血。这里 DK 不太能再做交战，是格雷夫默默的发育。这里若哥，没错，露露是一个失误。露露是有扫眼的，现在在中路位置直接走出来，贝若要直接被秒杀了吗？就另外套自己脸上带一个闪，现在黑三马将辅助给击倒。现在要来蹲点，修梅可要由自己来突破僵局，有没有人会走进来呢？一些基本的东西没有掌握到，露西恩又来滑到脸上，直接打一套 good， 直接残血四颗毒露扫满，哦，没有，只扫一半，后面是双方 TP 都赶到，不过格雷夫留在最前面，用一个一技能加加速成功的拉掉，很沙马站最前面的位置，持续的骚扰，没有人可以处理他吗？可汗看着他，但很沙马甚至是往前直接压进，在你面前拆眼，吃个补完全不怕。所有的战局，若格是拉到了左边位置，准备要跟着稻草人一波配合，秒掉可汗。可汗交了一个闪现加反击风暴，成功跳着队友，成功后退。在前方的位置被留住了，露丝直接被融化了。又是露西恩的局 ，DK 的成员已经打残，最肥的可汗已经残血，但一个闪现修梅克想秀，前方的留住，直接杀到黑沙马，将人头给拿下。后面稻草人进场，这个戏好像没有人可以阻止。很无奈的 Ken Yong 过墙逃命，但我的弯点在他脸上不断的射击，水球直接预判 Ken Yong 跳跃的位置，一波的狙杀，我的弯点将经济给补回。好很多啊，没错，水龙魂以后坐车吃完就溜。对面的八龙团战准备要来了，看一下这波，这里是可汗直接被控到死哦，终极给机会，这波控到快死，对，没伤害了他。进不了场，然后露露第一时间也没有注意到自己的位置啊，被卖在前面，他自己也没有跑，后面绑到直接跳下去，但是后续没办法，是少了一个最肥的可汗，基本上就没得打了。对，而且这草人他在刚刚那一瞬间也是一个坦克，而且葛雷夫确实厉害，他还是有跳出来，是就这把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角色有多厉害啊，他一般的角色其实已经中离了，就他又回来了。如果是一个什么是起来了，知道吗？是这毒入要扫满脸，哇，首选价值都打出来了。哎，再来是其实就主要对面这个阵容塔龙不好进场，哇，要抓吗？目标是纳米，但被卷了起来，又是一个水球。老纳米，他玩的是所以草人这边的能力，底下应该会有肉眼可见的一个效果。贾克斯跳出去，他直接被恐惧，又是打了一套在塔前的一波骚扰。球女正在后方做 cover， 已经看到 Ken Yong 的位置，前方又是有露西恩单刀突破，把对面给打退。就是，哦，哇哟，在边边，哇，是把经济到处的都还了出去。另外一边是闪现过去想杀，水晶解下缓速，后面是塔龙的进场，但完全不怕黑沙马。
这血量还比另外两个人多，直接中路要推了，双方要换家，雷子直接坐车要进去，这边要杀人，看一下 DK 速度比较快，还是弱个速度了。杀到了右半部的位置是已经杀到人了，球女士已经倒地。弱个是利用中线直接切右，往前翻过来，空哇这里 Kenyo 大绝没了 ，DK 人在慢慢拉。若个此时还不知道绿白在阵地战是哦来了草人你好随便抓到一个惊人，但目标只要先杀掉草人就有机会加了一个闪现，但球女的一个保护保护不了，草人倒地了，这毒入帮扫搭配一个刀尖锯让他砍在最前面吃掉了所有的伤害，利用自己的大绝承受住这一波让队友可以吃掉远古巨龙，反应风暴也转了起来，反正还要回到远古巨龙拿下，瞬间雷子直接坐车要做后面的爆潮，前方位置雷子包围网熊梅克堵住了若个的去路，一个斩杀已经开始连续的进攻出比要逃命，但 Ken 勇的大绝已经好了，只能互相跳个舞。另外一边，鬼哥此时也可以玩起来，连续的 CC 准备打到斩杀线，要来带走奥多曼，打奥多曼一个闪现，互相的拼搏。正面对阵打了有远古巨龙的 AD， 不是啊，他每枪都暴击，直接暴死，但家要没了，剩他一个人。这过马路一定有扶老太太啊！哇，那一定要啊，每次这个。去之前我相信都一定有的、啊、他感觉刚刚是三枪暴击直接带走哇，但虽然一个漂亮奥多瓦内最后是挽回了颜面，但比赛要在这里告一个段落了，被抓到的草人是有点于事无补的大爵士直接被远古巨龙斩杀，我们准备恭喜 DK 最终还是拿下了比赛。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赛后采访，我是西安。让我们恭喜 Damon Kia 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我们也请到中南选手 Showmaker 先向大家打个招呼吧。안녕하세요，안녕하세요，여러분께인사부탁드리겠습니다。안녕하세요，다먼 Kia 미드라인을맡고있는 Showmaker 허수라고합니다。好的，也是欢迎我们的 Showmaker。那今天也是，拿下比赛胜利以后，你们也是来到了两连胜嘛，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开始。所以想问一下，现在感觉怎么样呢？이연승을가지고있는데지금소감이어떻게되나요？어일단연승이어가게돼서되게기분좋은것같아요那无论如何，因为我们现在保持了连胜，所以说心情还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其实对面对于一个 BP 英雄的选择还是比较有趣的，打野位置是直接拿出了稻草人，所以比较好奇，可能我们 DK 的选手在 BP 的阶段有没有预想到呢？那实际在比赛中和他相对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사실상대방이정글피드스티크를뽑았는데요혹시번픽단계에서좀예상을하셨는지궁금합니다그리고실제로상대하면서어떤느낌이있으신지들어보고싶네요이제인스파이어드선수가피틀스틱을정규시즌에서한적이있어가지고그냥할수는있겠다라고그냥생각만하고있었는데진짜나와서좀놀랬고그다음에하면서는그렇게까지위협되진않았던것같아요那其实因为对面的一个打野选手 Inspired 他是在他们本来的赛区在赛季中是有使用过这个打野稻草人的，所以说我们从某种程度上是有预想到对面可能会做出这样的选择，但是实际上面对到对面拿下了以后还是有一点哦，有一点点小小的惊讶，那实际在比赛当中我们也能比较好的来进行一个处理。那么其实说到今天的比赛，我们感觉 DK 整个在前期是有比较大的优势，但是其实也被对面的 Rogue 的选手找到了一波比较不错的机会，然后同时他们也是拿掉了大龙，所以能问一下当时那一波我们 Showmaker 包括说整个我们 DK 的选手们是怎么样去来应对的呢？사실중반에서로그선수는엄청좋은기회를잡고빠른가지를먹었습니다혹시그상황에서어떤식으로어떤식으로좀좋은대처를하셨는지여쭤보겠습니다일단바로는상대에게내어주고그다음에최대한그바다의드래곤을먹으려고네사용을잘챙겼던것같고그냥바로는시간동안저희이제잭스가되게셌다보니까잭스위주로하려고했던것같아요那其实在当时对面因为是拿到了一个大龙的情况，所以说我们是想要以小龙为主去拿到接下来的小龙，然后我们是以这样的一个步骤来进行我们接下来的计划，而且同时在对面大龙 buff 持续的时间内，我们也是主要想围绕上单可汗的一个贾克斯来为主，因为其实他的贾克斯也是非常非常强的，所以说我们当时是可能围绕贾克斯来进行接下来的游戏。那么最后你们也是确实取得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效果。那么其实对你们明天还要去面对 C9， 特别是我们也能看到我们Showmaker 选手和 Perks 的一个中单的较量，所以说或许 Showmaker 选手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呢？
사실 내일 펄크선수랑 붙을 건데 혹시 네. 어떤 생각이 있으신지 각오 한마디 부탁드리겠습니다. 일단 펄크 선수가 항상 좀 자신감이 넘치는 선수이기 때문에 재밌는 경기 기대하고 있겠습니다. 那其实我认为 Perks 选手也是一直都非常非常有信心的一名选手那我也是期待明天能够和他有一场非常有趣的对决那我们也是期待两名选手明天的一个中路较量再次的感谢史威克先生来接受我们的赛后采访他三分算是축하드립니다감사합니다让我们一起期待下一场精彩的对决吧拜拜